小心，你没事吧？ 不是吧？你现在连武功都没了，这不科学啊！别着急，你先起来，咱们从正门走啊。嗯，这大半夜的，不睡觉干什么呢？这是啊？哎，这不是刘老匹夫的女儿新玉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还流泪了？岳父，你就别操心了，你快点回去吧。不行。 这到底怎么回事？给我解释清楚！快回去吧，岳父，求你了！哎呀，我不回去，你先给我解释清楚怎么回事啊！新玉，咱们先回去吧。岳父告辞。笑笑，笑笑，过来！快快快快快快，你给我解释清楚这怎么回事儿！ 盐巴虎大侠死了。什么盐巴虎大侠？他怎么死的？好像是被我给杀死的。老爷，老爷，怎么样？其他房里我都找过了，没有。是，再找。啊！老爷，老爷，厨房那边也没有。再找啊！老爷，客房也没有。老爷。 去哪里了呀？新玉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回事啊？李佑。 女儿，半夜三更哭成这样，是不是你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？